的是夸张哎。不要打到我的手机啊，不然我掉下来就坏，就摔坏了、啊。来抱下来，等一下，怎么会这样玩？我第一次看到人家这样玩耶！不要，不要这样动。这谁教他这样玩的？等一下，下来，等一下摔倒哈！你怎么爬上去的？你洗洞洞里面干嘛？因为这个有味道啊。你怎么上去的？你从哪里上去？欸、他会爬上去哦。欸、你看，他是我打的那个门。哎、欸，不可以破坏那个门，什么？那个是不可以这样打门哈。等一下那个学校老师会处罚哦，警察会抓哦。弟弟下来，等一下摔倒啊，那个。快把你弟弟抱下来！我进去了。那不是关的吗？有开吗？有。那个有上锁吧？没有啦。哎、欸，开门！不要这样玩。我妹妹叫什么名字吗？我大嘴皮皮，我大嘴皮皮了，我想看我大嘴皮皮，我大嘴皮皮的歌，我大嘴皮皮。泰雅话妈妈怎么讲？我大嘴皮皮。雅雅念一次。雅雅皮皮，雅雅买头，雅雅买头。你跟谁学的？哪天我大嘴皮皮，哥，我不是大嘴皮吗？哎。赶快下来，危险，你会摔倒哈！你在跟你妈妈讲，她在玩那个肥皂。好啦。哎，她自己会爬上去哦。你看啊，我说。嗯。我说你拍我头来。好，你头。干嘛？哎，滑倒了。你怎么下来的？转过来，扶墙壁下来。转过来，这边这边比较对，转过来。转过来这里。你怎么下来的？你会不会下来？你怎么上来？啊，你怎么自己跑上来？哎，不要开那个水，把那个，哎。你把尿布弄湿了哈！不要这样玩龙头，你夸张啊你！夸张，你敢夸张？谁教你这样玩的？你真的是夸张，我第一次看到。哎，不要打到我的手机哈！不然我掉下来就坏，就摔坏了啊！来抱下来，等一下，怎么会这样玩？我第一次看到人家这样玩的。不要，不要这样动！这谁教他这样玩的？我弟弟怎么搞笑呢？你怎么那么强？眼睛怎么讲太阳话？老要老要老要。鼻子。老话老话老话。嘴巴。老话老话老话。好，那个跌倒怎么讲？打了，哎。很痛。那个刚刚中午有吃饭，吃饭怎么讲？你们怎么那么强？很饿。不过洗干净了。嗯。
不要乱丢，捡回来，没有礼貌啊！不可以破坏公物啊！弟弟会不会唱歌？会。唱一下哥哥爸爸。哥哥爸爸。两只老虎会不会唱？两只老虎。两只老虎。对呀。哦，水叫西亚，念一次西亚。西呀，你去。你在念什么？你怎么会讲赶羚羊？赶羚羊。快点跑来，打你哟！哎。把你弟弟抱下来，你感觉很像很会踢足球吼。来讲一次那个华人国中。华人国中。美伦国中。阿公国中。他们都有很厉害的足球队，美伦国中讲一次。国中的。你要去读那个美伦国中，不要去里面破坏哦。哎，你注意那个门，他要夹到他的手。要拆掉，照什么照？你要离开。没有，互相保留证据嘛。你要保留那个证据，没关系，你就拍。但是你那个东西先给他拆掉。好。那个电先拔掉。好。好不好？你这涉嫌盗什么东西吗？你赶快去拆，你不要再拍我，我有权利哦。你也在录影嘛，好不好？你去拆了，赶快去拆了。哎。我知道我会去拍。哎，先生，你刚刚就这样，我不知道你叫什么，刚刚那个证据忘记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就直接拔掉，是吧？你要窃占公家的所有电，所有财产，好不好？你不要随便乱用那个字叫窃占哦。你先把它拆掉，好不好？村长现在是有很礼貌性的跟你讲，你让你拆掉，这是你的窃占。不要手不要过来，你要夹到。下来，赶快下来！哎，这个缝会夹到他的手，你讲不听啊！下来，快点！我要洗干净了。谁教你这样玩的？你这是破坏网后你。这个是几号？三号。爸爸是头大咪咪。咪咪。你等一下，我要给他脱下，他要洗澡，不行。不能丢我。
哎，不能抓，不能抓。你怎么在水里面游泳？哎，我这会喷到鼻子。小花啊，你再给他转一次。受伤啊你！加油！加油！哎，你都湿湿的。你都不会冷哦。还有呢，你看，我的那个小鸡啊，老是被那个黄鼠狼吃掉哈。舞叫大师，吴大师，那个叫 BB， 吴大师 BB， 哦对对，好听。好，再来介绍吴大师 BB 来。哎，不行，丢不能丢。哎，你在干嘛？哎，弄到眼睛了啊。真的是夸张哎。冷哦，快点，爸爸。等一下回家洗澡，等一下感冒了啊！弟弟，快点回。最厉害的母语老师是谁？还是老人？对，老人哈。他们骂我都用那个什么？好来，点哈。那为什么你的头发要留长，跟那个祖先一样？那你们会不会想把泰雅语学好，或台湾语？很想，很想，还是还好，还是不想？很想，很想。哦，你也是吗？那刚刚说用什么录？再讲一次。手机、平板、录音机、录音机。那你回家，回家，快点，不要丢嘛。回家。你那么强。拜拜，回家洗澡快点，你要感冒哈，回家洗澡。那个是你同学啊？我不要。那么强。
干爹娘，那个德鲁古话可以怎么做翻译？莫黑不不熟。那个泰鲁格族话，跨沙小怎么讲？马努卡达安熟。泰鲁格族话，超级白怎么翻？泰亚根努比比熟。这样。什么事情？你为什么要上网？什么事情？为什么要上网？什么事情？你应该知道啊，是你上的啊。什么事情嘛？那要问你啊，是什么事情啊？你找我干嘛？就是你上网的啊。上什么网？我放林依龙怎么了吗？啊？没有，我说我烧热事啊。你烧热水，然后呢？是你上的吗？怎么了？我女儿跟我讲的。你现在什么事情？我有影响到你吗？因为整个空气都是那个味道啊。是吗？对啊。那你死了没有？然后呢？那你为什么不讲台语？那台语不是更毒吗？你去检举嘛。哎，你要去检举啊。你都来这边拍了，你今天是来，那你为什么不去检举呢？你今天是来恐吓我吗？我没恐吓你，我从来不会去恐吓人。那你就回去了嘛。可是重点是，我烧的有比台里煮吗？我先问你。卫生局说可以烧塑胶吗？我问你嘛。我烧塑胶吗？有可以烧，有没有烧衣服？那都是有毒物体啊。你那是木头吗？可是重点。那个是我自己烧，我在我家烧。你烧整个飘到整个部落、整个操场都是。从昨天我闻到现在，真的不舒服啊。从昨天没有，我昨天没有烧哎。你现在要干嘛？我只是问一下你现在指责我是吗？为什么不能 po 文？你为什么？这是所有公民的权益嘛。啊，对，是没有。你现在来恐吓吗？我没有恐吓你，那你为什么不 po 台你的？我为什么不能 po 文？你为什么不能 po 台你的？你强迫我做什么？我没强迫你啊，那请你回去嘛，离开嘛。你都已经破我了，你有什么不破台你的？我有指名道姓吗？是没有啊。我有拍门号吗？是没有啊。那你还不谢谢我啊？你要收罚单吗？你要收罚单吗？你要让我收罚单吗？你要收吗？那请你离开，好好回去灭火就好了。什么叫灭火？那你就叫台你去灭火好不好？你先讲台，你再来。我现在打110报警。你打。对。对你打，现在打，我等。